原来呢就生意很好，就摆在里面了，现在他有这个就放在外面就没那么好了。什么放在外面？那个车平时就停在那个大门口啊。这个是红色的一把圆，啊，而家网上咧已经成日讲话，自己本身的士唔自律，而造成咗呢啲咁嘅情况咧，唔多唔少都归咎于翻自己的士。嘅行列嘅司机嘅，因为东区嘅机场就揾唔到食嘅，好少嘅。佢哋希望出翻嚟市区，既然系咁啊，不如去就介绍啊，其他啊南的都唔自在，所以宁愿俾啲白牌车。好，我相信可能佢哋都系熟食嘅。如果系白牌车，一个就嗰、那个揸车嗰个已经违法啦，系咪？咁另外，如果系搭嗰个乘客咧，就因为佢系冇一个正式营运执照嘅吓。咁咧就保險出咗事，保險冇乜得賠償嘅。如果收到你哋呢方面嘅投訴，或者你都放射睇到呢個咁嘅情況咧，應該就要關注同埋要去執法啊，即係唔好即係影響香港嘅國際形象啊嘛。因為我哋香港不嬲都做嘢都比較守法。